好，我是许佑代，然后我对于宣教的，就是关于他的感动还有意向，就是在于关于印度的这部分，因为在这个清宣，就是在他们的见证分享都有讲到关于印度的事，然后还有在常设展的展览中也有放一些他们的代导信，然后我在观看这些代导信，还有聆听他们的见证的时候，就是上帝给我内心很大的感动，然后我觉得可是我还没有就是参加过就是关于印度的短宣，然后我想借由明年的机会，然后可以参加短宣，然后可以再次就是确认上帝对我的旨意到底是什么，然后也可以就是更加的坚定走这一条路这样子。然后在那边就是想要服侍的对象可能就是关于儿童这方面，因为我本身是学幼教，然后就是儿童这个方面也可以借由儿童然后带入家庭，然后并且成为他们家庭祝福的一个出口，我觉得这是上帝给我的一个意向这样子。好了。